知不知？你是惊派头？我无会，我惊这样。你听我讲，看啦，是咪我那个爽，那爽。我听袂话安尼，不是，恁爸即马欢喜。好啦，请请请请请，就到这。对哦，你即马啥喏？林永文老人袂当看，做主持人。阿妈伊啊哩，我来坐。啊，恁娘我跪我趴落去。我就是讲，我嘛卡。我咧个，我做阵跟你跳高脚，跳到卡松，我袂使加伊遐来坐哦。啊，你袂晓穿较低鞋啊哩？你我穿较宽。我我穿人卡松。袂使，对你袂得我安尼。啊，像个咧想着恁爸遐哩矮。起来啦！你到咧，我想着不矮款啦。哎呦，遐阿姐啦，这像像只卡松底都是安尼啦，跟你在咧受罪啦。阿姐啊，喂，我这么奇怪呢？你今仔日刮风，哪会无同款咯？当然嘛无同款。顶工顶头乌飕飕，即摆较无同啊呢。唔，今仔较飘飘咯。嗯，较大输无？当然咧，我上官咧。你上官阿爹啊？哪会无紧无过？你可能真系上官咧。你讲我上官，你就唔知我讲互你听。因为吼，恁老爸敖，恁老爸巧，即个嘴佫敖讲话，去甲金銮殿上，以前。番仔国的公主来回给你，因番仔破败啦，正白讲啦，我殷勤予伊，予伊去到京城去奉上。你敢知伊公主外头话呢？拜我赵姬夫，予我贪占印纸。金銮殿上既过奉上，我出万岁快有甲伊，该收起为做嫔妃的。说你老爸你什么？各种身份，一升官一升官哦。原来老爸你的升官是为着这点，好笑！啊哈！哇哈！笑死人哦！哈哈哈哈！我请这问的，这缘投的，你在笑啥？笑你啊！笑我！请你为着要升官，原来你搁兼兼做三七啊！我是八路，你爸人是咧做三七啊？你无做三七啊？你介绍查某给人就是三七啊？不是啦，系我替走囝啦。啊，同款啦，你无同。人迄是大大公主的身，奇怪了，我跟你讲话，我怎啊讲我讲到有要火啊正传滴啊？我有要大意呢？我来跟恁阿爷讲话，我感觉我都心平气和呢。你真正真替恁老公讲，真够人缘啦。你较细声。你莫搁讲啊啦！阿叫难得有这个好机会，对。啊，你伫咧升官发财。等人家个老爸恭喜呀！啊，是阮囝，地主晓得，甲恁阿兄加学大，知无？